2023年11月29日，今仔日是礼拜三吼。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这个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气温拢有回升吼。啊，差不多是侪云到好天啊，这有关赶快注意早暗日夜温差比较较大。旧历行到10月17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19度到30度，这是咱天气状况，和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麦咧，咱就来加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开始来加看新闻哈。来，首先咱第一篇的新闻，伫咱漳恒下晡吼，有两期大约我讲着吼。啊，咱今仔个一篇就来加联合较交文的吼，这是有关这个校友谊，伊讲伊若当选台湾的总统了后啦。伊要来开放吼啊！这个中国的学生囡仔来咱台湾吃头路，伊嘛讲吼，伊要帮中国来解决失业的问题。但中国即马失业的问题，中国都唔敢报啦。你好友谊，你要凭对一支手棍，要有才调人救掉这个中国的失业率，我想拢无呢。这篇咱个看吼网络文章。这是个真伪真吼，伊所写的啦吼。伊讲校友谊即马直接唔搬，宣示讲要开放中国的劳工，佮未来恢复着货物贸易、货物贸易就对啦。伊安尼讲呢，伊讲校友谊做滴啦，向着红色的生理人，即、這个叫做林碧峰来答应呢。来答应就对了啦，讲若当选吼，要大量开放中国学生来台湾来就业，帮中国来解决失业的问题，一个吼要用快速的时间重新搁再拍开服务贸易、货物贸易，和咱台湾单北入去中国的供应链内底。敢讲赵小康主导的校友谊的政见，全部拢单行向中国红色统一导航的路线。去呀吗？这是真的吗？中国的失业问题有偌哩那严重？严重到中国的官方嘛已经规去宣布讲，未验报啊，就对啊啦。迄、那个青年的失业率就对啦，规去卖讲啦，加讲加闹亏啊，救也袂起来啦。啊，事实上，恐惊是40%以上。为了要帮助这个中国来解决吼失业的问题，校友谊保证，讲要大量开放中国人。透过学生的模式来咱台湾吃头路啦，啊，和中国人大量一入来咱台湾，校友谊一个要用上紧的速度，要个重新来拍开着服务贸易、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就是和大量的中国人来咱台湾吃头路嘛，来咱台湾定居嘛，就那亲像中国人入侵新疆、西藏，包括香港同款，用人海的战术啦。来翻转当地的人口的结构，而且货物贸易就是真真正正的 FTA 啦，和咱台湾脱离开以美国为首的清奇的供应链，所入去红色供应链内底，未来恐惊会变成了西方国家会甲咱排斥、会甲咱制裁、会甲咱禁运的对象。搁再来，忙袂记起咯，韩国的经济即马物价。土生与土念做伙，最后被台湾甲超越过，就是因为韩国甲台湾签咱拄则所讲的 FTA， 即马已经后悔未赴啊！啊那，甲迄个中国啊，今仔日的韩国的经济诶，市场落平，就是含中国白死白做伙啊！较母甲今仔日诶，即个韩国安尼吼，经济市场落平，即马要后悔已经未赴啊！为什么好友谊啊？要来向这个啊红色的生理人林碧峰、林柏峰保证讲，伊要去整中国，要毁害台湾的这款的政策呢？因为林碧峰啊，就是上介乖、上介顺中国的牵狗啊、买办啊，就是红色的生理人啊。台湾因为马英九啊，全部迄当时拢要做啥物核电啊，啊要开拓着新的发电机组啦，刷单技术出来门就是上林的初期起初电力非常的吃力。只不过伫2016年到2022年有四道的大停电，这个红色的生理人林碧峰啊，哦，气喘喘，每个对。
中国过安尼就对啦。但是中国四川伫旧年的八月一困头停六天的电啦，影响着林碧峰伊的公司工厂，伊连肥甲一声都唔敢肥啦。一个吼作乖作顺的讲讲，阿七六天得小可念一日就过去啊。结果中国同啊听伊讲六天同啊请袂爽，一困头甲停电停在一天，停在一天的林碧峰嘛是乖啊一声那古啊囝，连肥甲一声都唔敢肥。所以侯友宜向着林碧峰保证讲，伊要整中国，要毁害台湾的政策是有意义的哦。另外，资深的记者王正林已经嘛来讲啊啦，来别康讲赵小康威胁侯友宜，全部拢爱接受着伊的剑道拿的八大政见。上界重要的其中的八大政见两项，就是田中、贵中啊。就是吼，冒中国冒起来争，起来争安尼就对啦。啊，贵中国安尼搁点磕头，这是其中的党中之中。看起来好友谊已经彻底变成了赵小康的咖喱昂啊！要直接和咱台湾伫这场的选战彻底的香港澳门化。如果即马那袂当用选票甲因阻挡的话，台湾可能会变成了当年的爱尔兰。即马就爱用老火来抵抗着外族的入侵啊！哦，这是咱昨昏一篇吼啊，小可讲着的话啦吼、啊。昨昏这篇有小可讲着，一早咱伫透早的节目，原来有报着一篇，原来好友谊吼，含这篇有类似同款的报道安尼啦吼、啊，这是以上甲咱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啦吼。嗯，不差啦，爱到尽量来要讲啦，感觉安尼有票就做伊啊，吼，这免客气啊，吼。系啦，啊，而且是搁加重。开放较济咧啦。啊，即摆吼，加点两句话，讲你安尼较会使。哦，哎，即摆就加民进党嘅人骂啊，咪讲哦，啊，恁迄个红中必反啦，哦，啊，恁就是吼收中啦，啊，恁就是混中安尼就对啦。但是今仔日台湾人有混中，有收中，有红中不反无，即拢卖讲，必反无卖讲。这个人在讲这个话，伊拢无想着讲，咱台湾人对中国有意见的原因是真正出于对啦。中国开嘴合嘴，就讲台湾是因的；中国开嘴合嘴，就讲咱台湾呐，主权独立的话，就要拍马子。中国开嘴合嘴，伫世界舞台，就是来打压台湾，伊只都唔敢讲。就讲你哦，啊，恁混中啦，啊，收中啦，红中必反，拢讲安尼。啊，当然这是歌啊，啊有音啊，音伊唔讲，伊个人一直讲歌啊。叫侯友宜去甲因啊，深南遐支持者，甲伊讲，讲咱深南即个到底爱投河啊，投河啊了后，我中国大量开放着因的人，少年家来台湾吃头路。甲伊那深南化解。无安尼无够，应该侯友宜讲，那我当选总统做四年了，来就是要过来中国拼国家主席啦。过去有心啊嘛，对不对？哈，啊，你那中国国家主席和你选调，哦，不得了啊，这真正。我讲啦，人拢是自私的啦。台湾这少年人哦，毕业了后哦，大学毕业也好啦，啥种种读书不管就对啦。少年人要找头路，真正要找家己理想，不是遐好做啊。对啦。是了，不是好找啊！现在有钱啦，现在不是遐好找啦。哦，家己要理想的头路种种的，那不是遐好找。对啊。台湾的失业率，诶，中间就对了。这少年要找一项家己会当工，是家己会把的，甚至是一家伙会把的，真正有人家出社会歹找啦。因为大众开放就无来。看恁这支持好友谊，这拿这少年的啊，甚至老的就对了。恁看听来都是袂了。嗯，对啊，对啊，对啊，后生，他的左肩，变头路了，对啊，我中国人大陆要来台湾吼，阿水头路，阿水头，中国人诶，来到台湾哦，咱啊一个月做容易，入面做容易3-4万啦，吼，哦，3万啦，加薪3万就对啦，中国人免咧2万里头生活起来咧，知道？所以哦，从此就话见着都。这个好意继续讲，继续讲，吼、哦。啊，尽量讲啊，迄无差啦。啊，对，对咱遮的人来讲，就算伊无讲遐话，咱也袂投好。对啊，
但是对遐原本诶、欸，对遐个算作讲有淡薄啊，唔忙想要投合伊诶，讲着做会当改变台湾安尼有遐人哦。你家己去想看卖啊，想看卖咧啦。系啦，是因啦，咱则无问题啊。因为后生早起出社会，顺便要找找头路，看下好找面。一大早要考政府来，都谈一点。咱家可着算，咱家着算好友谊，拢无讲票价，拢无，而且佮兼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讲到反正咱有咧信道，无可能会处理。我唔知国民党吼，到底是有偌大只压力就对啦吼。应该一个正常的候选人袂讲即个中国要开放中国的劳工来到台湾，应该袂啦。但是到底有啥物压力伫咧，我都唔知啦，对啦。啊，真正伊真正讲啊，你讲公职出嚟，就反正就台湾人伊袂反弹。阿生啊，对不对？台湾人的少年人袂反弹，不是反弹呀，是大人诶。我再用培养着这个囝，头壳到大学毕业，出去到地多，中国来开大量开放，中国人来才找头路，啊，你囝要做找头路，对不对？这伊真正想袂到讲，这讲来到地，真正会反袂反弹吗？唔管哪里个，哪里拢敢管哦？阮历史是派运呢，叫伊调咧，要开放个咧。啊，你是支持开放个咧，啊，管你支持伊无啊？对啊。哦，简单讲就是安尼啊，你支持开放中国大量个学少年人来台湾找头路，是恁只拿来投票好嘢哦。万一伊若调是恁只拿来投票好，啊，恁只拿拢无后生，拢无啥囝，连伊要找头路啊？同时大，这是一个足严肃的问题啊！足严肃的问题啦，大家好好去思考一下，对，好好好。是啊，对，你也对啦，哈。是。好啦啦，啊，咱个继续来个看到，才到选前啊，个四十几天，尽量啦，尽量啦，有啥物话都唔免客气，尽量讲我出来安尼啦，大家少熟悉一下啦。继续讲，继续讲。哎呀，来，另外咱来个看这个财经专家吼，伊今仔日伫一场的演讲会吼，来讲出着。震动啦，论题咱台湾的经济会安那，这个叫做假金河，这大家对伊知影啦吼，对真熟悉。你讲台湾的股市加权指数昨昏收盘来到17341点，啊那香港呢，即马搁咧波波未停，继续波盘中收最低一度下探来到17303点。含咱台湾已经准备卡卡，会当讲创下了离开25年以来台湾的股票加香港的股票，会当讲来到黄金的交叉点啦。这个时阵，财信传媒董事长贾金河伫面册写了一篇的文章，表示讲2016年民进党执政以来，台湾的加权指数翻倍啦。这是台湾整个的产业经济体制的脱胎换骨，经济的体制啦，脱胎换骨，更加直接讲啦。如果这回民进党若无当选，政党若轮替，啊那安尼话，台湾这个大运气啦，会结束，就是好运未阁再来啊。根据中央社报道咧，讲讲新光投信董事长刘坤锡已指出啦，香港反送中了后啦。因为政治环境的影响来到经济活动，也影响到国际型的企业吼，要继续留伫香港的意愿单无去。煞单地输香港的股票，伫过去这几年来一直咧调整，一直咧调整。中国解封啦，就是中国变作武汉肺炎解封了后，的消费的亏了单吼，爬未起来，煞单拖害了香港的经济回升的速度。地输了成效无好，后续也阁会当继续来甲观察看卖，但是必须要看到国际对中国的看法爱转正向哦。外国资金对着香港的投资者会比较较积极。法人分析台湾的股票的利多啦，首先是半导体的景气好转，啊市场中心阁再比看好，今年以来嘛受惠了人工智慧 AI 需求继续哦啊升悬的相关的概念股。第二就是美中的贸易战战争之下，台湾的厂商啊继续受惠，受到地缘政治去中国化的浪潮的效益。第三就是吼、国内的这个 ETF 市场加热。带动了吼投信本土
资金的这个撑盘来冲关起哩。蔡英文表示，讲总统蔡英文上任以来啊，在野党每一年拢咧批评咱台湾的经济表现无好，但是因讲的拢是白贼话，因为数字讲甲足清楚，台湾的股市股票对蔡英文即阵起就对啊啦。指数对2016年的马英九手迄当时是8700多点，但是来到昨昏咱台湾，伫蔡英文的手对8000几点已经冲来到17341点，市值就对啊啦，的规模嘛对马英九迄当时的27兆2000亿，安尼一捆头冲来到即马54兆9000亿，双双翻倍成长。对。2018年美中贸易战争了后啦，这个拍入了全球供应链的台湾的股票的指数不断来向顶面冲起哩，而且吼，我中国的香港则是对30000点一直跋价来到昨昏的17300点，会当讲见面单对伊都掉去了。台湾的经济究竟是要选择走向全世界，还是要洗翻头去摸中国？相信咱台湾的股民，你心肝头你家己有判断啊。谢金河伊回忆咧讲啊，伊讲2017年迄当时，伊就甲股民讲过啊，讲中国的经济会脚一直下落，下出落就对啊啦。日本失落30年了后，会搁再爬起。并且特别指出，台湾的加权指数会超过香港的恒生指数。嘛，讲到当时这款的说法，但是当时大家拢唔相信谢金河讲的话。谢金河表示讲，这几年来真侪人安尼吼想尽办法来笑衰台湾，台湾煞点点向前一直行去哩。台湾的股票翻盘翻倍，台湾整个的产业啦、经济体制会当讲脱胎换骨，有网络朋友在安尼留言来问谢金河董事长啊，问讲如果明年的政党那轮替，还是明年这个民进党国会无过半，台湾的股票会安怎？谢金河一直接了甲市井，如果那安尼话，政党那轮替的话，台湾这个大运啊，这个大运就要结束啊。我等好了，对啦，现在真好啦。恁家若个相信好友为迄组，相信歌迄组了，对啦。好友要开放，就可能谈你笑头了。准备了是做，头一条正经就是这个。准备了是做迄、那个韩、迄、那个做迄、那个、迄、那个香港人上阿星咧讲的安尼啦，讲干那挂一个号啦，要生产三减，要三减啦，讲来等10个月啦。咱我也听从发信息话，是待等一年啊，等一年啊，等一年，一年囡仔都生啊，一年，一年囡仔都要出去两个月，一个月啊，啊，要过去三减，就三减这一点的，哎呦，对啦，吼，啊，迄阵香港的牛年关啊啦，啊是迄落什么啊？啊是种种的这个，啊，你阿用的物件，哎，囡仔咧用的全部拢嘛去学中国啊抢了了，吼，啊，所以好要紧啦，这都。正经嘛吼，啊我都讲过，讲迄个藏伫心内唔讲，啊等当选了，较他妈硬乌白创的吼，迄种啊真正是较恐怖，迄种真正较恐怖。啊，既然吼以为有这个勇气讲，哇，差不多啊，反正唔使唔使，啊，对，记住你当时马英九伫要接阿扁的手，要执政的迄段期间，但咱台湾人就是在做工作。讲什么失业率要降到几点？讲什么吼人民的所得要冲到吼30000块的美金？讲什么吼股票吼要安怎样啊？都安怎样啊？20000点起跳。嗯。哦，迄东西大家话相信呢。去借钱去升股票买股票，打一个时间，咱一个经过呢，股票一直波一直波波波，博甲跳楼自杀的，博甲吼烧火炭自杀的，包括。开车开去到鸿海一种公司，台湾一种公司，伫因种公司的头前，大安呢，甲迄个汽车的这个烟弹管，我砍对，玻璃，窗内底入面，大安火社会起来自杀的，迄段期间有够侪是安尼啊。啊！你讲答应讲股票讲3万点起跳，还是2万点起跳，未是一个太久的时间啊？结果短一波。啊！你本身若有钱，我摕我的钱去升股票，你套掉了，套掉的啊。你若有家己的钱去升股票，你就掉了，掉了算啦，安尼都平地大号去铺铺垫垫安尼啊。但是一条股票的钱，你若去硬借，你是爱赢人的呢。啊！你打无谈，你无钱能赢人，你变哪？做啥啦？迄段时间就是安尼啊。
较几年尔咧，十六当前的代志尔咧，你问甲总统阿爸我袂记一下咧、嗯。你若去安尼讲统治，讲好友谊，讲哦，要开放这个中国的青年来到咱台湾吃头路，讲要救中国的失业率，你当作你当作中国是保留，讲几千人啊，一两万人安尼尔尔尔尔。中国是咱的做工呢。我要救人失业率啦！我是你，你要为了领来吗？反正救中国失业率呢，对不对？台湾过好，台湾过未好，哎、欸，你好友有哪倒？我来讲，哎、欸，好了，好，感觉伊哦，敢那像我已经变咖喱啊啦，我讲会变咖喱啊，我头家已经无，来，好来，进攻过了，明仔个倒转来哦，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好来感谢。啊，我头一日就买十罐了咧。哦，买十罐。第一点，我有过敏的皮肤啦。哦，是。系啊，啊，结果吃，又带进三罐尔。嘿。我喺香港卡太好啦！哦，香港卡，哦，香港卡，这足多人食，真正肯定足好食。系啊，啊，我有听恁在讲哦，我那有人见证讲香港卡好。对。啊，其实香港卡我知影足歹好啊。有。你嘛在吃啊？嗯。十八罐的嘛。好是。系啊，食甲改成八十罐。好。我迄皮哦。嘿。有一天因为我的海地人啊，我俄的人啊，老师，啊，等于阮朋友讲的来吃甜啊，啦，哦，吃甜啊，结果吃，我也无感觉。哦，你较早来边吃海产会过敏的就对啦。嘿，买吃超过两只甜啊的会过敏啦。哦，是啊，嘿。啊，开头我未知嘛。好，这是我好味就对啦。哦。这就是你已经吃到第十罐了，你都突然间讲到人家说要吃钱嘛，你怎么过家吃，结果吃所没过命就对了。哦，这神奇的啦。好，这样好，有。其实我要吃的就是我的那倒酒瓶的那胸部哦，洗身躯，那没洗身躯，那时候没洗身躯哦，穿衫也回到就行了。倒酒瓶的胸看看。安尼啊，我是讲是唔是年癌安尼啦？哦，我嘛唔知啊。我呢只就是即行啦。好。十三罐的时候，吃了啊，我是咧无差咧，安尼啦。是。哎，我拢讲为食个咩啊？好，我哋个咩十罐啦？系是。个十三罐咧，我诶迄迄个吼，即穿衫就无感觉啦。我看在唔好呀啦。但是个电晓会听，本来回着都会听就对了。啊，本来是回着听，好，结果今麦回着未听，今麦电才会听。好，到，反正二十几罐吃了好。哦，啊，今麦用手甲电我那卖吗？拢卖啊，拢卖啊，拢卖听。是，完全好。好，这个好神奇了。啊，你是意思就是讲，本来倒平价型干嘛吃，你那小瓜回者都会听了，对不对？嘿，那穿衫那衫回者就听。回者就听。啊，这个去检查过，你去检查过无？无，我未去检查。啊，蛮难。我做蛮关心。啊，这嘛都歹讲啊。但是都迄个听的，都小瓜回掉啦，当掉都听了，对啦。嘿。啊，你食个二十几罐了，即卖这个听用手机啊订也未啊，就对啦。对啊，甲病啊拢袂本来啦，安尼治啦吼，伊内底是咧有一个地下啦。哦，啊你怎啊有那怀疑开始烦恼咧怀疑就对啦。吓、啊，我是怀疑啊，我哪安尼啊？有，恁这是去食食？好，一个好。啊，真正无去失望就对啦吼。嘿，我本来药剂较少，我现在嘛拢在食一种个药剂药啊。现在食个较多个药剂。我食药嘛，好好啊！是，足神奇啊！安尼好，系啊，我唔该讲哦，这应该吼，来推广，或者真好，对，啊好。好啦，真感谢哈，咱这大哥甲咱进行讲白了哈。我也是故意讲，应该这个药啊哈，咱这实在不是药啊哈，啊，伊拢讲药啊哈，因为你食身体保养的嘛哈，啊，这爱应该大力来推广了，对吧？伊家己食咱的食品，食个心度较好了，对，较心定了，对。你个小看嘛呢？
啊，伊个物件讲不可思议啊，那个哈，所以由于香港卡，哈、啊，由于皮肤过敏，我泥板内底讲个刺了哈，伊个泥啊，哎，查甫个哈，啊，咱个泥薄迄个所在，我讲刺了哈，讲有内底，敢那有一粒一丸啊，那个对，啊，你穿衫啊，用手小可去回的哈，讲拢一听。一天吼，啊，包括着一些油脂的部分了，对。所以用技术啊，更加在种比喻。咱新南公司加所有这产品吼，尤其是罗山这边产品吼，那当做开罗先锋，是罗山这个物件。不管什么种的，这个白天你用当用是罗山为主了，对吼。啊，一当做配合，一当好来个配合了，对。尤其咱有一边软骨素吼，咱骨头不好的人真侪啦，筋骨咯，骨头白还疼，卡手安尼疼，安尼啊未惊。哦，骨头无软骨素吼，咱这边内底非常好爱食吼、哦。啊，像金立明吼，金立明白酒，白酒，一白酒底还有叶黄素。那你有较侪人，啊是甚至是迄个电视啊，啊是看了上过久吼。哎、欸，尤其囡仔，你茫讲囡仔吼，白酒袂退化呢。逐工伫咧看电视，看卡通影片啊，看迄种囡仔爱看迄种节目的时阵呢，看到这种几啊点钟啊。啊，那就对，所以这要特别注意就对吼。咱的金立平啊，老大人把酒滴滴咧退化，滴滴买叶黄素加玉米黄素，滴滴咧消退就对。啊嘞，你好来个使用咱金立平对，一个就是喜乐通，吼、哦、啊，咱大便不顺畅来吃喜乐通非常好的产品吼，一旦搭配火上你的需要做使用吼、哦，感谢谢谢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咱即马一处呢，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十款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三款以外，咱有提供一款产品，要来生产给咱每十款的朋友。每十款的朋友呢，你当个金十四寸沸腾的电风一台，即咱台湾制作的。你要个金梦特胶，热天的薄毯啊，一领五尺宽、六尺宽，这种诶音质吼。金水素品牌平底煎锅一支，你要个金冰糖燕窝两啊，嘛拢会当。金星山公司另外有30粒装诶，惠安素、金立明、宝顺电、喜乐通、喜乐清、软骨素30粒，这拢会用质，咱一道金一行为完结。啊、另外一处各位信山公司产品五款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一款以外，赶快我老提供一款产品，要来赠送给咱买五款的朋友哦。买五款的朋友，你当来赠三米多保温杯一支，你要赠白沙湾起哥一条，赠冰糖燕窝一打，你要赠单向的糖纸一打，赠无烦纸的洗头毛巾一罐，赠宽宝洗衫巾一包，拢会用尽。咱一道金一行为关节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很多朋友呢，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阿星烟笑》吼啊，这首歌这是咱新店柯先生，包括另外有一位大哥啦吼，啊，这个无老生命吼，伊做回来点播吼这首的歌《男性的复仇》。多情多恨，情欲的世界，男性好想怎样，你敢知？做着男性，最要紧头一层，就是爱有志气。我失志的时阵，受人来甲我体谅，伫心所爱的人来放散。消极的人想要解决失恋的痛苦，往往会甲行上绝路。你甲看卖啊，每天拍开新闻，为着爱袂着，凶杀、毒杀、自杀、偷杀、乌白乱杀、杀杀杀杀杀，杀到实在是拖到风车车。这些人到底是咧创啥货？也是讲有影，我今仔日来这个酒店啉烧酒。所以他们一直连消的啊，这位小姐啊，你都不能跟我见怪呢。嗯，你这位人客，请你都不能这样说。虽然你这样一大堆消的，但是让我听你也真趣味过。是哦，啊，看起来你就是真性格一个查甫人，敢说你还去给女性来放什么？哎，是啊，
就是三年前我一位女性来放散，受到打击，转来变甲拍呆拍呆。照理讲，我应该是爱取笑才对，但是我来调整了我家己的人生观，即马将失恋当作一种娱乐。我真认真咧拍拼，今仔日唔只有钱来这个酒场做阿伯，唔只会当来和你来熟悉。哦，三年前你予人来放散，后影都拢阿未甲你请教咱这位人客，唔知是变哪称呼咧？拍台灯就是我。我就是台湾第一烟斗拍台灯，什么拍台灯？市面上人来讲地档的，就是你。啊，你是著名的人呢。今仔日会当坐到你地档的台，陪你来啉烧酒，甲你来熟悉，这是我做出来的光荣啦。家情家爱。一款不应该，三年修婚应记在心内。素春，哈哈哈哈，这个艺名伫咧酒店叫素春的，有影有够菜市啊！来素春啊，你甲我看卖啊！我身躯顶拢炸了一张相片，这就是三年前我予人放杀时阵的相片。迄个时阵我无留喙手，嘛无挂目镜，逐工是袂食袂困，下当讲是面目消散。加即马你看到的我也是完全无同款。来，一张相片你摕去看卖，斟酌看卖啊。什么？这张相片，这张相片内底的人，真正是你？你是大头星啊！素春啊，唔对，不应该叫你素春啊，应该叫你阿欠啊。啊，你阿兄，你即马是去拿着奖金呢？阿欠啊，你唔免惊，今仔日我专工来到酒店找你。三年来，我拄着男性的志气，拍拼我的事业，也拍开了我的名声。即马我已经成功了，钱用布袋咧袋，起来又搁多。今仔专工来要你堆心肝就对了。素春啊，啊不是，阿欠啊阿欠，人生伟大的力量，你千万唔通甲我放袂记。小等下，小等下，大头星啊！安怎？大头星啊，是你咧叫的呢？今仔爱叫我定档的，爱钱呢？来，阿欠啊，那这卡旅行箱啊内底全部拢是钱啊，你拢客气。大头星，你小等下，定档的，定档的。啊！你要走，酒钱嘛，他搭袂，拜托个。为着人类，愈先着境界，唔通含害。男性的将来，好嘞。感谢哈，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电话会在时啊八点到下暝七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未清楚、不了解呢，电话啊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来，感谢啊！咱继续跟大家进行这个看新闻哈。来，咱接续来去，要来个看这个瓜问题啦。伊讲有人吼，卡电话呼伊，还是去找伊啦。讲啥物吼？甲讲你若退算，还是吼做负的，买两亿个美金呼伊吼。啊，这已经今仔个中岛有人去甲过啊。因瓜洞吼，这个最后的良心四八六先生啦吼。在黄帝应律师的陪同之下去甲告，咱来甲看一篇安那写。
国民总统参选人郭文特27号啦，接受到这个广播电台专访的时阵，伊家己爆料讲有人出钱啦，讲只要你若做副手，要付伊2亿美金。民进党立委陈文平咧讲，讲国啊就对啊啦，完全无含马虎加占伊的空间啦。如果你是为着要做节目的效果来讲白贼话，那安尼你这个人无资格人参选总统。自称讲是国民党最后良心的486先生，伊的正名叫做陈延昌。伫今仔日呢，伫黄德应律师的陪同之下，来到台北的地检署来甲告郭文铁。这个陈文平伊讲啊，伊讲郭文铁自称讲有人提供1亿美金啦、啊。要叫伊退算啦，后来加赌变成2亿美金啦，这当然就是以不正的利益出来烧鱼仔汤。啊，而且这个内容看起来郭文特虽然是感觉真离谱，但是郭文特至少讲含伊见两道面啊啦。郭文特有义务接受着侦办，来将对方的身份讲出来。伊指出了第一，牵涉到选罢法的烧鱼仔汤得益的迄方面一定是犯罪。当然郭文特你拒绝应该是无罪啦。第二，依照美金交易，这嘛牵涉的国际洗钱法啦。第三，烧鱼仔汤的人有可能是对中国还是对北国吼干涉着台湾的内政的间谍行为，郭文特完全你无含马虎，无虾米的空间。如果伊是为媒体的效果来咧讲白贼话，那咧郭文特你这个人无资格人参选总统。陈英雄伊伫较早诶时阵伫面册伊有讲啊，伊表示讲今仔日11月29中昼12:30，伫黄德应律师诶陪同之下来到台北地检署来具名提告，因本党诶党主席郭文铁，伊日前有讲讲吼，咱要互伊两亿个代志，这已经涉及到法律啦。陈英雄伊也搁咧讲咧，讲黄德应律师分析啦。讲话假的已经构成犯罪啊！啊，郭文婷呢？你应该爱警出吼犯罪的人是虾米人？啊，这个郭文婷呢有公开指控，讲有人犯两亿，讲要互伊做副手。郭文婷的发言人，这个陈志涵嘛更加具体的指出咯，讲相关的消息是对国民党家传来哦。啊，这个哪家别拢爱讲个清楚哦。郭文婷好友谊，你有义务来吼啊，激发。犯罪配合检调吼，来调查这个黑色案件。总统啊，这个副总统的选罢法第84条规定啦，烧鱼仔汤的要件包括刑求啦，刑就是行为的刑啦，求就是要求的求啦。依照着最高法院的见解，有人化解2亿美金，要给郭文铁做副手，这无需要郭文铁答应，也唔免等加这条钱有交出去，只要有化解出来。这个个性犯罪啊，上届当一旦判10年，啊，这个选罢法10年的刑度，白纸黑字写个真清楚。郭文铁，你唔敢讲出犯罪的人是虾米人，你是咧心虚虾米啊？黄德应律师嘛来讲出着总统副总统选罢法第84条，对着候选人也是吼有候选人的资格的人，刑求羁押。来交付着黑色的钱，也是吼不正的利益，而且吼约伊放弃竞选，也是为一定的竞选活动者，判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且罚金200万至2000万的罚金就对了。身为资深的党员的我，我必须要提醒党主席郭文铁，警出犯罪的人。打击犯罪，人人有一寡动最后的良心吼，486单延长了对啦，单延长啦吼。啊，黄德应律师表示，讲2亿美金烧鱼仔汤，这牵涉10年的重罪呢。伊咧讲讲，今仔日中岛陪同，这个寡动党员啊，单延长先生就是486啦，来到台北地检署吼，来具状来告发。啊，郭文铁指控有人用2亿吼，下笔金要叫伊做副手，化解的人已经违反总统、副总统选罢法第84条烧鱼仔汤的条款，上悬会当判10年，打击犯罪，保护民主，人人有责。
这到底我先拿梅啊梅啊，有这代志，伊家己创造。啊，伊就是讲白话啊。啊，这有业就无。讲白话啊，这人都无心情啊。那伊美国啦，迄个民主国家，心情有心情。哎呀，那伊美国迄个国家，你讲白话，你就是爱输输落来，用你也对，你也输输落。打伊也袂啦，伊迄个讲白话，讲咩唔知太正道。讲白话都你今仔日讲变成伊个落去啊。上伊大家听伊咧讲话吼，安尼白白擦擦就对啦，大拢讲伊白。擦擦嘛哈，上伊讲即句话，中文即个话，中文上伊有伊家己的人格个，好对不对？佫差唔多用啊，安尼吼，所以在等你好啊，佮来看继续的后篇啦。系啦，即个过了了，看当时会去开庭啊，还是甚物会总总咱唔知影啦，但是毕竟啦吼，即总是有去过啦。啊，咱下载咧报即个新闻的时阵，咱下载是讲啊，你检调看新闻，你拢未去报，拢无同你查。系啊，挂问题，唔管是凊彩抓抓还是抓真的啦，哦，咱不管，这唔也是挂问题，本身就是林政啊，啊，包括伊的迄个发言人陈志涵啊，都讲伊手头拢有证据，哦，啊，即嘛来国民党佫加毒了，国民党我有哪有物件，嘿，国民党佫兼加毒了，啊，你检方抓到你，林政物证，大行拢已经讲出来啊。啊！你检方你未上，来问看卖啊！哦，对唔对？所以讲台湾的事啊，已经死啊，都唔是凊彩讲的。这事哦，实在是这种哦，你可能要这种你已经都代志啊，不过这大难哦。检方应该爱好啊，介入去查看卖嘛。对啊。我红讲嘛，你检方较有一个站得开的，对不对？哦，啊，他不但不在啊，看拄着政治，就规拢救伊。所以这个都啊，等下人去提起告诉，而且唔计去输，提起告诉，啊，迄个人佮家己的动人的，伊是动人的人。哎，迄个是已经看出挂问题的真面目了。啊，那今天若无出来，中间嘛是这代志嘛是过。对啊，江某难办。这代志嘛过去啊，对不对？金刚哥，金刚哥，来感谢。好，这个就做迄个讲了做啥？苏八六先生嘛，吼，啊，含咧黄帝英吼去甲过啊，吼，啊，挂问题吼，啊，迄个家己个嘴吼，台湾乌白转，也是真正有这个代志是啊，唔是？希望检方下手较紧的。对啊。啊，就照你讲，你检方若有心要侦办着这种所谓的这个做毁算啊，好啦，收银啊，等，再干那报纸安尼出来呢？你咋就应该家己加报纸侦办啊？这检方是真爱当侦办的。本来就是啊，开玩笑，两亿个美金呢，哦，这现在唔能发努力，咱可能好不了解。刚相差不哈，来刚相好不了啊，两米这个得来。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袁小迪，温小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3。绿色和平公布电台。大家好，我是中山北松山地委候选人谢佩芬。11月30号周四晚上6点，邀请您参加佩芬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荣兴花园喷水池广场，赖清德赖长将亲临现场，郑红仪、卓荣泰等大咖亲自相挺。11月30日礼拜四晚上6点，荣兴花园喷水池广场，让我们一起下架14个月内连选了3次史上落跑最快的王宏威，让谢佩芬及爸昏阿昏翻转中山北松山。阿妈，你要去多位？我去参加好酸人交代旅行团哦。阿妈，给好酸人的钱，或者是礼物，这是有交代免费吃饭吃头，都有可能是毁算哦，要犯罪的。啊，这严重。哦，那安尼我唔会去啦。唔，那免去，咱搁爱勇敢减记回算，做回翻回算，专门站起来。减记回算，车卡电话0800-024-099，卡通了后再搁起时。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你好，我是赖清德，诚恳向您推荐文山区以及南中镇立委候选人王敏生。王敏生从基层幕僚开始打拼，到现在是3届的市议员。他的年轻新思维为台北市带来特色公园、电动公车，也让万隆变电所正式地下化。赖清德恳请您支持王敏生，支持新世代，换年轻、换会做事的王敏生替您服务，拜托您。大家好，天气渐渐炎冷啊！真龙小馆再一次推出3种的健康餐，要来回馈给咱的好朋友。第一种，牛肉四丁加炖猪脚；第二种，高山金丁贵香龙炖软排；第三种，
总破塞，麻油浸滴卡，汤头是正赞。退冰了后，炖锅个炊油烧，面线沙沙的，甲放个汤内底，简单好料理。每种两包，总共六包，原价1980元。为着感谢绿色和平的好朋友，买一份要阁送一份哦，总共12包，嘛是同款1980元，加八两支。2973-0409，2973-0409，货到付款，感谢，谢谢。大家好，我是台湾基金台北市大湖南港区李威产酸林吴新代医师。中央选举要到啊，四冬以来，台湾基金伫北美韩国瑜乱台公道，对抗中国势力拢行上头前。去年开始，新代伫大湖南港四界走总，就是五望会当含乡亲做伙，甲本土的价值甲理想找转来，和台北各一摆充满爱甲希望，甲想要奉献予台湾的人徛做伙。请支持台湾基金吴新代。阮拢是伫这在等待，看你轻松过日子。想你想你，就一点赞的赞。团结，人生亲像过山车，只有坐过的人才知影。全名人生亲像过山车，只有坐过的人才知影。人情为父母为母命，为君不敢哭出声，只有含着目屎继续拼。成功最后一定是咱的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十几年前，医生讲我吼啊，牙周病严重。我自安尼开始用这条特殊安气膏，到即马十几年后，阁予医生看，医生讲我气患是健康的。听众朋友，你有想要将你的气患顾用无？特殊安气膏，互你靠。叫个专线：台南康乐7945-079，台南康乐7945-079，感谢你。台湾人俱乐部张天君阿星姚仁，而且为咱大家推荐介绍《奇幻真大王》台语文囡仔歌 CD 绘本的第二集。一个记者伫旧年，咱有介绍《奇幻真大王》的第一集，有真侪咱的听众朋友要等于给伊的囡仔孙仔听。今年发行的第二集，同款是用台语来讲咱台湾的民俗故事。第二集呢，咱有邀请咱熟悉的立法委员王定武、作家渔夫，也有咱台湾师范大学台文系的曾家应副教授来共同献声，来讲囡仔故，予咱的囡仔听。咱卖搁再听中国思想的故事，咱台湾人听台湾的故事。这次由家人轻松广播电台制作出版的全台语故事绘本，有三个故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军空袭台湾的时阵，一个传说马祖新炸弹，一个台南喜鹊啊流传200冬的古迹故事，
包括顶一本《魔神啊传奇故事》的续集，规本呢有96页，拢总是彩色的印刷，一个副 CD， 一个当用网络来收听。一本的册内底呢，一个有台语的汉字、罗马字的对照。收藏这本册，会当予咱大人甲囡仔做伙来学习台语文。这本 CD 的绘本目前已经卖出将近1000本，介绍呢1150元。目前咱台湾人俱乐部听众朋友，你只要卡一通家人轻松广播电台服务专线的电话，0800-558-969，0800-558-969，一本只要899元邮费的介绍，册送到厝才立钱。运费呢由电台来吸收，提供予咱台湾人俱乐部听众朋友上阶段的优待。如果那第一集无买呢，想要两集做伙来注文呢，两本只要1600元。想要予咱的囡仔了解着咱的台湾本土的民俗，咱推荐这本《奇幻真台湾》第二集，请卡免费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58-969，0800-558-969，都有专人为您来服务，感谢。0800-558-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咱这有一个活动，那个听众朋友做报告吼，这个活动就是咱台南市立法委员王定武啦。啊，要来邀请吼啊，咱啊所有的听众朋友呢，伫12月初二拜六下阴暗7点吼，来到台南市东区儒文路62号复兴国中的操场，来遮欣赏紫风车剧团的演出。啊，这个紫风车剧团的演出啊，即回要来扮演的就是《番薯森林奇遇记》吼。啊！而且吼，新冠邀请吼，啊，咱所有听众朋友、爸爸妈妈带囡仔吼，因为这紫风车伫咱台湾吼，介受欢迎，不管是大人，不管是囡仔，拢正喜欢看吼。啊，所以吼，而且新冠邀请大家做位来欣赏啦吼。12月初二拜六，阴暗7点吼，复兴国中啦吼。以上各个感谢。来接下来，咱邀请听众朋友呢，做位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张秀清、李明阳合唱《水水的人生》。
我希望你等我，用永远来证明所有的差人因为情。希望阮为着你的青春那牺牲，欠天的雨水目屎有够用。你爱我一粒心，亲像冬天的日头，热天的冰，春天的风，永久袂凉情。命运予我的决定，决定予你我的人生。理想对我免批评，批评你我的过程。有你对我的坚定，坚定一路到永远。梦碎对我免同情，同情为爱的旅行。虽然世间路茫茫，为着你才知情。是上苦的酒，上深的海，上暗的花径，上水的人生。命运予我的决定，决定予你我的人生。理想对我免批评，批评你我的过程。有你对我的坚定，坚定一路到永远。梦碎对我免同情，同情为爱的旅行。虽然世间路茫茫，为着你才知情。是上苦的酒，上深的海，上暗的花径，上水的人生。好嘞，感谢啊！哈，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哈，电话一直是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好来，这个头拄啊咧讲吼，讲迄个苏八六先生啊，啊甲黄帝云吼，那已经去控告着这个白贼瓜的吼，因为伊有讲讲有人开一亿至两亿的美金叫伊去做副手安尼就对啦吼。啊，今仔日的瓜文厅咧去出席着这个一个什么瓦哥论坛就对吼，啊要出席论坛记者媒体麦古达甲拄啊，你咧在咧甲问啊吼，嘿，这瓜文厅佫继续讲咧，伊。昨讲啊，讲即过就好啊，放我袂记哩吼。啊，但是今仔个讲哦，伊讲开价过程当中有姓余的生意人啊，余天迄个余就对啦吼，姓余的生意人，啊有一个姓季的吼，四季如春迄个季，吼姓季的将军，啊另外个有一个姓魏的先生安尼啦。瓜文条伊咧讲讲吼，即、這个拍宣战的期间呐，有太侪即个骗子啦、看不落界啦吼。但是伊安尼吊几波吼，嘛是无讲出讲，啊，即后尾有你职业能力咧到底啥物人，伊嘛是佫无讲就对啦吼。金条干条啦。对对 对， 對，啊，媒体咧甲对问哦，讲民进党已经质疑吼，即个做法就是讲开价叫你卖算啊来做副手的吼。这已经有违反着总统副总统选拔法，也是涉嫌啊通的条款。瓜文哲，你应该公开是啥物人开价？那瓜文哲安那讲呢？瓜文哲讲啊，这混混了了咧，一夜就甲掀落过就好啊，认真拍算怎安尼啦？太衰哈！
即卖未当互你接压很多鬼了，吼！迄个苏白龙先生甲皇帝已经去甲你过啊，吼！已经要讲。即卖问题是过了到第一中间，就是等下大选了，较要双盘是安那？当然啦。即马可能可能，你算计变成导弹嘞，吼、哦，对不对？哈、哦，啊，以后等到这个做检方调查了的结果，啊，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大家敢那像拢也无啥物事啊。哦，你咁在台湾那都无啥物兴趣啊，就对啦，哈、哦。啊，两亿个美金啦，好啦，听起来足济啦。其实吼、哦，听讲台湾人有超过两亿美金的人，讲未少的。错，台湾人个好嘢是足好嘢，好嘢做嘢。呀呀呀，哈。来来来来，啊！啊！这个问题我跟你讲哦，不是这一页翻过就好哈。哎、哦、呀，总讲大家拢干那捏捏错来错去，安尼就无意思了哈、哦。啊，这里头做啥呢？真正个，你学地文平会再涨多啊？啊，地文平也没过啦，啊，你是咧涨啦？哦，对不对？哦，所以这个啊，所以这个物件的阿伯，让他来个看，哦，他来个看哈，看这个了做啥？看问题的这个所谓的职业技能，好、哦，一叫行情，我还唔知啊，那就对了哈、哦。来来来，好，来给咱做一个报告嘛，来，来，另外咱们来个看一篇这个社会新闻哈、哦。这篇社会新闻呐、啊，这台北的报道讲，自称用掉十万块去投资美国股票了。竟然赚来到即马已经有上亿的身价的即个华尔街女神，伊的名叫做丹尼丁啊。啊，这个丹尼丁伊要证照呢，煞吼用收费的方式去开班呐、啊，去开班教人讲要安怎样啊投资才会赚大钱安尼啦。今年九月则去予高等法院以非法经营机会顾问事业罪甲判一档。会当缓刑四年啦，伊这条官司都还未定案的呢，竟然又搁因为争端吼，骨拉一个家产啦，煞单加入了吼杀人未遂的官司啦。台北地检署认定讲，这个人牵涉甲因老母、因妈妈的名叫做吴青青啊，对因阿哥行凶啊，昨昏伊就杀人未遂罪。将这个姓陈的女子，包括因老母，包括两位男性的朋友，拢甲起诉。这件因为争夺家产所来产生出来杀人未遂的案件，发生伫今年的九月，就是姓陈的女子，因妈妈吴青青啊，不满小姑啊啦，讲原来要跳出来分财产啦，吼吼，互伊气一个，就含伊安尼小过呢，过甲对法院去呢。姓陈的女子，因妈妈吴青青单找因查囝，就是姓陈的女子陈丽婷啦，安尼帮伊来吼，迄个看头安尼啦，啊，另外请来了一名姓杨、一名姓詹的两名男性朋友来斗三工，计划要将吴青青因小姑啊甲杀好死安尼啦。啊，这个检方调查呢，姓杨的这个查甫人伫案发进程。来陪伴啦吼，啊，来陪伴吼，曾经有陪伴吼。这个姓陈的女子，伊妈妈吴青青啦，去买作案买用的凶器，就是一支钢锤啊。啊，案发当天呢，姓詹的查甫人，单驶着车来载着吴青青，载着姓陈的女子，这对母仔囝，来到吼被害人啊，这个富人人伫台北市信义区的大楼住处，遐密条要来行凶。姓詹的单将车临时甲停伫停车场，准备要接应。啊，这个姓陈的女子呢，附近吼啊，伫遐咧看头安尼啦。啊，因妈妈呢，乌青青就拿着这支吼去买来钢锤啊，探着这个小姑啊啦。富人人都吼要倒来厝，伫咧坐电梯的时阵呢，单对后壁面按着伊的后脑，得甲不累安尼。啊，搁再吼，硬甲拖出来啦！原本人行入去电梯，要坐电梯去你因家啊呢，硬甲拖出来，拖来到这个倒行梯，就是楼梯处啊，这个所在呢，好钢梯啊，起来，搁硬着伊个头壳了，硬哼硬讲了对啊啦！好，这个好青青人小哥啊，安尼好，安尼惊甲安尼哀白叫要大声喊救命，真好加塞！这个喊救命的声音，好厝边隔壁听到呢。吴青青才停手，
无造成了啊人性命的死亡。被害妇人人因为头壳钢腿啊，钢架安尼真严重哦，迄、那个灰色色楼，上病院即马吼，空嘴天完刷了，已经也无啥物大碍啊。这个姓吴的女子，伫案发了后，被警察依着现行犯甲抓起来，鉴定根据着监视器的影像顺线去抓着因查囝，包括两名查甫人到案，精神了后啦，赶上乌青青啦。包括吼姓陈的女子吼，这对母仔囝，啊，包括这个姓杨的查甫人，三个人吼，安尼甲拘押起来。昨昏起诉了后，拢一审法院法官单裁定吼，三个人继续押掉的。陈丽玲伊本身就是大汉吼地质系甲化工系双主修的啊，这个文凭啦。伊曾经吼捌接受过媒体采访呢，采访讲伊家己吼。啊，是金融啊，风波了后，对台湾的股票转进美国股市就对啦，用着100万块的资本起家，靠着吼放空啦、杠杆操作啦，包括外汇啦、机会等投资的手段就对啦，来冰心，第十年来赚上亿的机会啊！伊伫2014年成立了吼啊，达利啦，国际顾问公司过年又搁开班。来收费用团价，讲要安怎样啊投资？煞因为无证照去予人夹，各非法经营机会，顾问事业，一审被判三等，罚金200万。伊伫今年的9月二审认为讲啊都有认罪啊，同啊个改判一年，予伊缓刑4年，啊必须要吼，搁再吼交公库了对啊，150万。无想着讲这个案件都还袂煞呢。这个案件还没刷就对了，官司都还没确定的，如今他又又牵涉到这条杀人未遂的官司啊，这个刑案的缓刑就要受到影响啊，他原本判一年缓刑，缓刑4年就对了，现在不能缓刑啊，就是一年要关啊，一年要关啊，然后这条杀人未遂的到底是要安怎样我判也不知道，是说你说主要说到头壳说很多的东西就对了，头壳还有很多啊，你那，比如讲女性是较无那个女性啊，你那咧讲的时阵，啊，你讲的时阵会闪嘛？你考一个标，你就画面啊咧。也蛮知啊，啊，你那咧讲的过程当中会闪嘛？闪袂去，你讲讲话过来闲啦。无掉头壳太严重啦，吼。啊，你讲到喉，那讲到拢血塞塞，佫无掉头壳。啊，那安尼较无多人话着。啊，就是查某囡仔较软弱啦。啊，查某囡仔较软弱，你咧讲的时阵，男无可能点点，你要讲。哭着闹震动啊！佮伊哭着变着闹震动啊！你咧讲的时阵，男无可能点点，你要讲声埋味嘛？没，也很神奇啊！讲有老火啊！这咁重啊啦！这人足奇怪，人家是做轮。哎，我是啊，是啊，我是在东北啊。有个人的名有够黑，小花姐，我最了解。老板会才师傅哦，安尼无要紧，那是咱个祝福人哦。啊对对对。我想我讲安尼，啊个我。哦，真正厉害了，这个，嗯，真正厉害，嘿，命不该绝啦，哎，命不该绝啦，哦，这个文武判有现，破甲现现的，你好讲，嗯，还未到啊，还未到，哈哈哈哈哈，啊，来，这个来个看卖啊，吼，这查囡啦，吼，那是讲想要去什么算命啦，啥，当然算命不一定大家拢歹人啦，哦，为招起干来就对了，哈。但是恁若是讲有这种想要算命查囡仔，爱注意一下吼，莫咁骗你。57岁啦，自称讲了这算命，说红叫红天正啦，将一台价值100万的厢车啦，来改成行动算命车呢，就对啦。这个甲国文就白骗啦，国文就为了行动派出所，还有这个行动的算命车。2015年开始啦，就拢讲啊，那讲你后壁有一个囡仔咧，甲你对啦，啊那无就是你的身体卡着阴啊啦吼，或者是你后壁作些模型啊等等啊，从这个查囡仔学生咧，较无唔知影代志啦，人家叫吓着惊吼，骗上这只车顶，讲要甲做法安尼，啊事实上是伫个所在讲消磨，甚至搁减讲神清啊，即马讲已经有性命入住。受害啦，对。啊，后来呢，伊是安那样啊，较无阁继续做呢，就是讲人中风啊，人中风啊，啊，听到佮听到这，唔通讲报应来啊，唔通安尼讲哦，我转台湾中风足济哦，伊唔能听到伊中风就讲报应啊，哈，拜托个哈。啊，这个做啥呢？其中啊，有一名这个做女主呢，去予伊澄清啦，甲消磨几百遍啦，
我这女主要求赔偿1000万块了，对哈？啊，这个做新北市地方法院审理了后呢，判定讲这个姓洪的男主应该要赔偿120万安尼啦，吼，要求是1000万哈。这个被害女主讲，伊还佮读高中的时阵呐，就叫这个姓洪的安尼甲骗啦，吼。啊，伊伫到佮2020年的时阵呐，这个就做三呢，这个姓洪的安尼就你个做法的时阵，讲向阳怎中风呐？上尾迄边讲向阳这个姓洪的这个新冠哦，讲怎中风呐？啊，这个检警调查发现姓洪的拢总对四名这个女大学生。啊，是女高中生啦，吼，啊，共下手，缓刑是169届就对吼，啊，一审的法院甲加重着，这种叫做强制性交罪吼，判伊是22担啊，一审啦吼，这咱个上诉的吼，一审甲判22担，啊，这个案件呢，和骗的查囡仔拢讲，啊，这个姓洪的对啦，敢若像无对象的啦，无对象，伊就过了，甲你讲，嗯，小姐。你阿伯对一个囡仔吼，我甲食啦啦，嘿，真啦，捌提过囡仔，大家猜着。十个啦，其中有一个提过，捌提过。啊，就调调啊，伊就紧张啊。有吼，啊有诶，就是讲讲啊，你阿伯贵诶，我模型啊对调咧，啥物种种啦吼，啊要去倒位啊，免去到我诶店，干那你甲看我一台100万诶小阿车，内底就会当甲你做法了，对。安尼讲安尼，安尼，哎呀，是种诶吼。好啦，判22担啦吼，啊，至于迄个要求爱赔偿1000万的，迄、那个尾啊，法院判决是赔偿的是120万安尼啦吼。算命唔是无好啦，有当时啊加减吼，听一下天机的啦，什么种种，但是做算命先的人，家己本身有那爱，即个做家己小约束家己的了，对吼。今仔日这叫你算命，就是以信任你嘛，相信你阿哩嘛，对不对？吼，啊，你竟然用这个方法啊，敢糟蹋，吼，这当破话当尽量破无要紧啦，哈。好啦，来，感谢大家大客啊啦，啊，去互人消磨百几道，才发现就讲去用人少了。高中开始消磨到迄落阿边，现在讲高中到阿边大客啊，高中都足巧啊啦。啊，严啥人咧甲消磨哩？啊，真正戆嘟嘟，真正拢不听大人咧讲。嗯。啊，你要去算命，算命是我一家互你望。一个手尔嘛，吼、嗯，也、哦、是看一个面相尔，看你的电视直播嘛，看你的什么八条有诶无济嘛、嗯，差不多是这尔。但消磨到规身躯去、嗯，啊，对高中一直到大学一直咧用消磨，百外道拢唔知影。好，唔是唔知影，有即咱即卖当个，我啊百外届，你是万年呢？啊，我有可能百外教呀。即个头一届两届，你若感觉系，你就你就唔忙去催啊嘛，对不对？查甫囡仔，啊，是你恐吓，你就报警察啦。查甫囡仔平常时有当时咱咧看迄个迄阵卖时阵，迄个性骚扰风波迄段，你敢无？迄个敢那话语去甲性骚扰呢？伊就甲讲，啊，迄个人当时甲我讲性骚扰，敢那甲讲一个卡层背，甲打一下肩胛头，就讲伊咧搞性骚扰啊，佮有法度人推高中来交代啊，防性骚扰百外道，甚至我认得。啊、是到底是咧想什么？我嘛想。这一般咱尽量讨论迄个做派。哦、对啊，厉害点，能卖讨论啊。因为我不是想读过。你话先讲啊，不会讲。我不是想讨论你咧做派。哦，中了，我不是想吼读过迄个社会新闻是安那，有迄个妇女朋友啦，去书不拉断吼，去有人解问啊，看下有诶无啊，已经用信心买用。星星买以后，一届就是一届三届四届，到一到一滴一滴一滴一到一滴一滴派生到一当两当经过啊，到尾迄个人佫再去甲别人操打，再扛了的时候，你讲阿姨，你嘛搞我干咩咧？我睇你拢咁样，我足奇怪。即有诶是安那呢？有诶咱用较系较单纯诶想法，即查囡仔我用迄个啥？嘿嘿惊啦，老虎啊对，啊，我那你那无教我艺术，嘛上可怜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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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那真正也惊就对啦，吼。好啦，这个你也着这，哎呀，判22担这个关那么重啊，跑出去判死。关啦，伊这拢交保的啦。那22担这爱关啊啦。好啦，哎，这中风就未关一啦，嘿，都话手机啊，拢去中风啦，有哈。等于讲伊中风足轻微，讲会当吼生活自理啦，无啦，哎，这拢是要关啦。系啦，啊，这做判的这新冠啊，敢骗查囡仔啊，敢消磨甚至经济敢操蛋。你听到伊中风吼，咱这足侪人一定爱记一句的，听到歹人破病啦，还是安那？唔通讲报应能力，因为好人嘛是同款的中风啊，对啦，啊都啊这就卖讲啦，啊都人有当时啊都无耐力咧，啊无耐。
也袂当个安那，也袂当个安那，看袂发生安那，是咱就爽啦。讲这就是安那，对对。啊，但是唔拿出句话出了，啊，一条多边啊多一个坐轮椅，啊，中风个爱就坐到咱个咧，伫遐骂。我唔听着你讲啊，我了解了，不好，你意思啦，哈。有啊有啊，中风就是做番薯啊，有人家人好。好人啊，有啊，有人现在身体上的状况啊，有啦，我是了解阿星的心意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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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水，我会使吼，金钟奖，好来来，感谢0800-0500-6688生产公司全国免费的叫过专线，他来，来，好啦，来进一个广告，阿连咪才去倒转来，好来，感谢。啊，非常感谢咱今日从新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直播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啦，要来介绍咱新生活区优秀的产品就对，许多山这产品就对哈。欢迎你多笑多山顶的山，许多山这边高涨是28档啊，从新时代好来个注意一下，真正好的产品，28档也个咧风行，经过30档嘛是也个咧风行，因为咱人的人体就对啦，构造就对。白天一直拢差不多伫遐啦，所以雄狮大，什么人食有效？十分好，嘛是赶快食好。所以狮驼山是非常忌惮咱雄狮大好来甲处理的这个物件了，对。因为咱人的身体哦，食过这个物件是不得对了吼，拢唔知是好阿歹，唔知有杂质无，拢唔知。所以食落去了，等下讲报纸那报，哦，夭寿啊，什么人去做这个夭寿药咧？红食。啊，农药是不这些农药，这些不应该吃到巴肚来一毒素，那都唔知吃到是巴肚来，所以就最近停止下，你敢咪当无注意嘛？身体无调理嘛？所以有人有的人哦，感觉讲，我都40、50岁尔，我是那个治疗高血压，是啊治疗糖尿病，吼、哦，啊是啊机能我肿瘤真侪问题拢产生，甚至心也无好。雄狮大，这拢是体质老化，啊，啥体质老化？就是你本身生活过程中间接触的垃圾特别太侪啦。这样哦，这真正吼体质老化有影啦吼，安尼吼。所以雄狮大今日才种比如人就对啦吼、哦。这保养对这身体最重要的是啥？心灵才是爱顺顺。你开始机能在出问题中间，到底心灵才是不顺啦，过乱呢。乱你就对，机能会乱。啊，乱你了，伊慢慢慢慢一项注意，注意个机能，伊开始就退化。啊，退化了后就，咱人辛苦白听，你就代表了呀。所以变啊，好咱这人的身体、心灵代谢会迅速，会细胞的活性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对。咱信任公司许多山一旦做高价。咱女性皮肤大概拍电话入来，上辈拢有甲咱讲啊，哪你敢知？讲哦，我怎么食着许多酸，食一段时间了后，对啦，迄皮肤继续水，体力继续有，精神继续好，从上次话，迄、那个心情在下顺舒，皮肤那开水啊，那未顺舒，皮肤不可能水。咱讲熟悉了是安尼，或者咱人看这个面呢，面那是有光强，我、哦、这個、人身体就有。面若是暗淡，面色无好，这人心理上头有出问题了，对。真清楚就是安尼了，对。虽然境内风气大，咱石头山好好那个利用，最早的目的就是去收台了，对吼。所以以石头山这三边为主，对，我哩抵抗力一强，体力也好，哦，而且慢慢啊运作正常。你若已经乱的人吼。那吃一段时间过了，慢慢，伊调整得上啊，调整得上啊。以许多山这个为主哈，有那骨手骨头，那骨头咱就知影吼，来训练啦，这是定骨空啦，肋骨袂过向迄边啊。骨头吼，那叫骨质叫流失去了，对啦，骨头是会怕的呢。你走路会疼呢，足侪人走路会疼呢，袂堪咪行呢，袂堪咪徛呢，袂堪咪拗呢，安尼啊。啊，老大人啊，吼，那骨头若拍去了，就容易破，容易歪掉，歪掉的中间易破，对，所以这真重要。软骨素做保养，吼，和你介绍软骨素，和你对。这今年的第二代，
金立平的第二代是米巴这集团吼，重新研发的了，对。爱经过啥？经过这个无温度，在零下的气温以下落去做，伊成分太高，所以佫无这种日光灯啊，日光的电光啊，你做过程中间吼，气温也降低，所以你要克服这个日光灯，包括着温度零下以下。去完成这个物件中间就对，以及叶黄素、叶米黄素这种物件，伊的室温会保持较高，所以这第二代最重要的是这两点就对。无咱第一代咧做得好好，第二代室温较高，咱当然爱第二代互咱吃，对不对？这是米吧，只有一团诶团队去研发出来就对。所以别别咧吃，咱来吃室温较好。较悬诶，金立平诶第二代，好、哦、感谢吼，一、哦、路通过等啊，等啊，绝对要过好用，未使有先失落，免咱未使有先失落，一路通挂等去做好用，就无唔对啦吼、哦。我报一路清会议，这个会议按无目，我常常伫咧讲，大家跟各咧讲个对。会议伫咱诶会议间咧流通，包括中联军诶会议间，到底有流通无流通，我嘛唔知啊。但是我逐工我都咧食，哎呀，你一两年嘛。啊，暗时两粒，啊，若上计时，佮中途佮食两粒安尼，足简单的就是安尼就对了。啊，互你保持这个血液的流通，会顺舒，袂叫落口，较袂塞的，塞伫心中就好，无好，塞就食力，啊，塞伫脑也食力，安尼就对了。所以循环会顺舒，这嘛真重要吼。喜乐清，我保喜乐清，保顺健，含属朋友，一项尔，也无算，也无算，家己咧帮着家己知影。拍电话过来，甲咱叫保顺的这个服用吼，胃红素。胃红素就是咧贫血的人需要吃的物件，从细就见在条眉，目睭会涩，头壳会咱戆戆戆戆，规工感觉戆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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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贫血咯。除了你感冒啦，感冒那头壳会戆会晕啦，吼爱嗽啦，种种啦。啊，你若无嗽，也无流鼻水，可能不时就规工在那。干嘛头壳拢未爽快、未清彩，伊就行安尼对。啊，无啥物病哦，无感觉讲我倒无安那哦，干那只头壳未清彩安尼尔，有可能是血不够、欠血、贫血。所以风湿乱，那是有遮症状的人，只要你贫血的人去食血红素，足简单就对。早暗两粒，上计下到时啊，搁食一两粒安尼尔。所以这是真简单，互咱会当血会当有补充起来，互你身体好血。机能的运作的正常的物件，血红素。感谢吼，有点无不了解，你说你拍电话，咱做详细询问，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好嘞。感谢啊！咱哥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缴费专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电话会在下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吼。来继续，咱过来甲进行节目看新闻下来。来，另外咱再有一篇这个台湾的社会新闻啦吼。这讲伫咱台南，只有一个老画家。啊，这个老画家呢，伊讲伊伫做囡仔的时阵吼，拢时常来到吼，这个啊后壁区有一个所在叫做青鸭寮。嗯，这个青鸭寮足出名。嗯，就是迄个昆明边故乡。嘿、啊，后壁。青寮，林钓之后那一个后壁、哦，啊，迄、那个叫做青鸭寮遐昆明边，伊那边遐有遐一个后壁对。这盖有名了对了啦吼，啊，就一个老画家吼，对美国转来，咧走出伊思思念念的，这嘛无算错，嘛无算迄个初恋的爱人啦、啊嗯。但是就是咧走出这个思思念念的查某囡仔，伊讲哪个弟的话应该是八十岁阿妈啦吼。啊，伊几岁？伊几岁？伊嘛不讲伊几岁呢？应该是年岁还没相当啦。哇，差不多对。咱来看伊安那写哦。你讲对美国登来台湾、台南老厝定居了后就对啦啦。
来画出吼，伊少年的时阵，伫因厝附近的大塘的农场，看到吼啊，人咧测甘蔗的景象就对啊啦。啊，这个画中呢，有当年伊熟识的一个真少年的查某囡仔，往那底下咧测甘蔗，就是采收甘蔗啦。啊，咱古早吼拢讲测甘蔗，测甘蔗啦吼。念念不忘的黄福音画家最近正积极咧找找希望，讲有缘会当去看到这个女主人。自称讲亡灵的亡灵啦，未记是伊几岁啊？诶，这个黄福音啦，讲对细汉的时阵，伊就足喜欢画图啦。啊，伫后壁高中美工科毕业了后呢，就开始吼专门从事创作的工作。了后因为吼。啊，一名女主就对了啦吼，啊，因为这个啊，迄、那个两名女主啊，一名女主就对了，去到美国读书吼，因查囝啦，啊，伊单对因这个查囝吼，对因这个两位的这个查囝吼，单移民对美国去啦。伊本身的查囝，哎，本身的查囝啦吼。啊，期间呢嘛受过邀请伫台湾的会馆吼，顶地原来有展出着伊的作品呢。六七当前，黄福音伊个后生查囝煞个陆陆续续个登来台湾啊啦！啊，当然黄福音嘛对因只后生查囝嘛登来家己个故乡台湾后壁生啊了即个老厝来定居。啊，因为一段期间因营伊时常拢会来到附近台糖个生啊了吼，会拢常去散步。啊，伊同我想起着伊少年个时阵呢。时常拢会走去吼农场，甲即个测甘蔗的女工啊，伫遐咧开讲啊，啊而且甲其中一名足有缘，嗯，无想着讲测甘蔗的最后一工两个人烧焦呢，讲要来伫农场的车场见面啦、啊，啊，煞因为迄当时徛的所在呢，拄好徛伫铁机路的两边啦，啊，徛伫铁机路的两边准备吼，啊，两个人要吼啊，即、這个。经过铁机路呢，拄啊忽然间一台火车对因中段驶过安尼啦，好、嗯哦、啊嘛足奇怪呢，啊驶过了后，迄台火车一日过了后，我对面的查某囡仔煞无去啦，嗯，去火车驾驶啊，嘛唔知走去对哪去啦，啊无火车过啦，应该个代志啊，啊拄啊无去安尼就对啦，安尼目一日呢，已经是足久足久足久的时间经过了对啦，咁驶两分钟，其实那伊安尼咧甲看的话，我感觉讲迄个查某囡仔本身可能原来歹势还没见面啦。啊，带借火车来的时阵，当我行对边仔去，啊是伊看唔对嘛，唔知伊是无啥安尼啦。黄福音呢，当我从当年的印象就对啊啦，测甘蔗的场面，的场景，当我甲画一幅图安尼啦，画一幅一幅的图出来，并且当我下定决心要来找找着曾经甲这名测甘蔗女工讲过话，而这个查某囡仔要甲找出来。黄福音伊咧讲讲印象当中，这个查某囡仔吼，是住伫后壁区吼，当地树啦，哦，当地树这个所在啦，啊，今年应该嘛差不多八十岁左右啊啦。如果哪会当吼找出来讲伊嫁来到外地吼啊，这个八十岁的阿嬷就对啦啦，而且曾经伫农场捌食过头路，应该袂讲外歹找啦。如果哪有机会搁再见面，黄福音咧讲讲吼。也无想着讲要甲讲啥物话啦，啊！即、這个顶中社区的空灵歌乐团的阿嬷吼，昨昏又伫社区的总干事张美雪陪同来到黄福音的画室来甲参观啦。啊，有一挂阿嬷吼，欣赏画时阵嘛，回想着伊过去当年伫咧测甘蔗的情景，啊，希望讲会当到三江探听一言黄福音的找人的梦安尼啦，梦。忙啊！找人的忙啊！找人的忙啊！系啦，系啦，找人的忙啊！找人的忙，一言找人的梦想就对了。啊，这个我看我那实在是年岁有啊，生活上无聊啊，就对了吼。要找迄个，即卖可能八十岁啊，要找。像这话离归古早灯啊，哦，对不对？这古的代志啊，嗯，这落你看到好像有感受着啊，十几岁啊，一共十几岁啊，十几岁啊，你几年啊？对，啊，这个，我你上我那趣味趣味，把囡仔身体也好吼。去摸摸啊，找看卖啊，然后看有啊无安尼。哎，你敢要考虑看卖迄个河水英？你问我来。河水英你会不会管啊？干嘛这？大话，记者七大话有嘛？哎，蛮好记者啦哈。
啊，好啦好啦，啊，这都这算作那是生活中的一个美好的回忆啦。嗯，哦，对哦对啊啊，既然啊已经这么多回啊，我还是感觉无需要啦。医生无简单啦，嗯，其实类似这款的经验，大家拢有啦。嗯，为人同我扛的。嗯。坑到有一间单，对个观察坑入边安尼啦，但是伊也讲出来啦。嗯，我唔相信，我唔相信咱的听众朋友无人有伊安尼一款的情景有啊，嘛有可能都做囡仔时候。读册都好啊。哎呀，天爱着啥物人啊？读册孙女啊，那那迄当然，当时较早拢男女班拢有做伙啦，我哋是啊，尾后边就是，今是男班，分班女班就分班啦，安尼嘛。我哋时阵就对啦吼，啊男女班做伙时阵吼，咱特别介意讲，嘿。缘分的问题啦，嗯，看这個嗯、这個、女同学，看有介意的时阵尔吼，有当时啊吼，安尼唔敢同伊讲话，嗯，但是吼，是藏伫心肝内安尼尔。阿先啊，你有这个有这个感受？可能你看你无，你头先笑。我唔捌甲人藏伫心内啊。我你把靠呀，你把靠亲戚。未着是要处理你啊，算啊。藏在心内要怎办啊？对不对？我会呢。嗯，我觉得吼，伊孙子吼，啊，困到啊，到尾啊，唔系三年四年个分班啊，分查甫查某班啊，嗯，分班的就讲东西，拢会看来看来看来，啊，下课出来啊，啊，就当遐，就提当遐，啊，就看来看来看来咧，对，唔敢去表示的。有啦，迄较早拢会暗，去表示啦，但系，啊，迄个在那表示，干那暗中啊，去看来看看，啊，那下班下课了吼，啊，出来。就咧聊天唔好，安尼安尼，我无交伊底下过，啊无就是一边个看过，哦，底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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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早会安尼咧，会啦会啦，后面头就会安尼，会啦，较早咧读册时阵，我咧班倒一个查甫，足讨厌，不时都目睭金毛，一直咧甲我看，唔知咧看安怎，啊，逐工都伫遐看安尼啊，对上课就甲伊看，看到下课安尼，有新课文做，新闻啊，新闻啊，较早咱咧教室拢爱挂新闻，头先啊，你安跑啊，你看多几下看，伊袂输你咧解看。系啊系啊，啊！你遐看，靠！迄杂物啊，变态，真正啊！你唔讲一个，无啦，我都讲大家拢有啊。有你讲一个，有嘛是同款啦，都经验拢点点，经验大家拢同款啦。无啥物经验，就是讲你，啊，你有对象，迄主动去对象无？简单讲就是，看无啊？有啦，拢有啦，迄正常啦。啊，有讲一个过程，讲啊嘛是同款了，安尼啊，啊唔过，但是无。无，我嘛袂肯讲啦。反正就是我脑去暗落去啦。我讲这哦，真正你迄少年哦，有经验过就知啦。读册中间就叫来读对男女班嘛，对不对？嘛，安尼有阵时做伙嘛，啊，有阵时尾啊，分查甫、查甫、查甫的班，啊，唔敢去表示哦。但是咱对这个查囡仔是有印象的哦。啊，特别下课了，啊，就比较去比较去，慢慢来去熟、去熟、去熟。哎呀，哎呀，真有啦。头啊看就是有啦，系啦系啦，唔系啦，但是我拢直接就所以讲啊，讲我呢班同你教你做朋友啊，系哇，啊难买就算了啊，对唔对？吼，较早囡仔读国校时，那都唔敢去表示。嗯，啊，读国中的时阵，就拢用写迄个纸条啊。我读国校时拢免表，拢是在那嘴巴表示。太古锥的你咧，真正古锥到未死得掉你。在那时你开始讲古锥，你知啊？现在当然古锥啊。啊，读到国中的时阵就开始就传纸条啊，啊传纸条啊，互相小传啊，这篇新闻我甲看看怪怪的咧，因为伊含这个仔那见面的时阵，就是咧出谈者见面的时阵，那是六七年前的代志呢，不是十外岁的代志呢，是六七年前，一对囡仔就叔叔登来台湾了。啊，这个黄福英啊，住伫咧这个做青苗老家，伫个所在吼，伫遐定居啦。啊，常常去台糖的这农场散步啦，吼。哎，叫伊想起着，哦，想起啦，哦，想着啦。当忘记看哦，看新闻，哪咪看？你去做你那份。哦，来六七年前伊登来遐啦，啊，你还阁想着伊较早少年的时阵就对啊啦，吼。真正人现在想提起啦，我怎话头壳来哦，印象上我国民党的孙哦，男女班合班的就看无，就看这女性哦较出名的吼。安尼，我家乡那上贵啊个咧，名名都会记住咧。哦，拢会安尼会想着啦。较早阮读过，啊，就是贵了吼，毕竟贫贵了，他虽然其他，对啦，所以同拢无。就无啊，谈对象即马甚物人蛮知影。如果那是讲想，你个唔好音质的画家呢，会大家嘛拢会当吹啊，画人都同我同我当做同我当做迄是古早的往事啦，都同我
连都在地址啦。我感觉找嘛无啥物意义啊，因为咱有家庭啊，对对，有可能。人拍摄出来啊，而且迄种少年的初恋有无？哦，你的头壳来停留的印象，迄、那个仔那是青春少年，青春无敌啊！啊，但是你已经经过遮久啊，你后要八十岁，你怎想拢吹掉？总看到嘛，讲哦，啊无怪恁爸咧老，可能被吹掉啦。对啊，这是永远藏伫个心肝内，只头壳来安尼尔。好啦，这就我那安尼啊，一个新闻安尼哦，这真正啊，台湾无啥新闻通过啊，对个。好啦，感謝啦，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班齁，青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的专线，台中這個十九歲生苦的少年人真的給你苦勤，不能喝酒喝這個聽到、十九歲而已就對啦，頂禮拜連續兩次都喝到水滿人全倒在路邊啊、啊真好家宅啊，伊无骑车啦，啊无开车，伊上行啊，拄啊倒伫路边，啊叫台中的警员吼，即、个姓叶发现着，紧甲叫起来，啊叫起来了，叫赶紧倒转去啦。结果想袂到吼，即、个姓柯的查甫人吼，顶礼拜啊，搁去啉啦，啊即届无同啊，即届啉啉的时候讲我啉较少，应该就袂去倒在路边啦。安尼我就骑好快转去啦，啊即骑好多摆了，叫警察抓来，抓来迄个啥物人？又个是一个生意未经常，赶快的，赶快是一个生意未啊！啊，你生意未经常就看讲啊，无多。啊，你去倒伫路边倒两届啊，我甲你叫两届啊，你可你等于处理拢平安无事，你怎么敢敲多摆？好来，哦，这个以家相关的迄个罪啊，吼，在以上发办。我就我等。大条哦，未少条。这啉酒开车、骑车，你也着拢卖讲啥？只着看你，看你超过迄个标准值，看偌济啊，就来加钱来发啦。哦，这十九岁尔，就啉到安尼，人啉到醉死伫路边诶，迄块啉偌济。十九岁啉安尼排开。有，好，好啦，进广告，好来，感谢。即马上新诶民调吼，即个高温天气指数已经大概剩18%啦。但是好友为止做了对，一直在冲吼，完了冲了真悬，即卖来到31%，啊，偌清的是36%吼，啊，这未来的变化那咱唔知，这是较新的啦。好友为只即卖咧，这个基本盘咧等伊，啊，有咧等伊啊，对啊，哈，好啦，啊，这咱卡看继续看，啊，好友你去继续讲，哈，迄个若要替中国解决什么问题，恁可以你做你讲话去，哈，虽然我高分我输赢，好，谢谢，感谢，明仔再可能再回来。